好，蹲式拉筋法，慢慢往下蹲。对，慢慢的，脚要并拢，贴紧，然后人直着下立，下蹲，直立下蹲。好，蹲紧了。好，手抱膝盖抱紧，稍微往下抱一点。哎，对，再往下一点。好，头埋到膝盖里面。然后蹲式拉筋法呢，可以把你的身体脊柱、膀胱经全都拉开，还有大腿上的都能拉开筋，而且重要一点，它可以美腿，可以 X 型腿、O 型腿，都给你修得很漂亮。然后一般的情况下，你在这蹲的话，每天做坚持15分钟以上，效果为最佳。不需要今天做个半个小时，明天做个1分钟，就每天15分钟。最主要的是每天坚持，再抱紧一点，你就感觉到你整个人都在，全身的每个地方、每个关节都在拉开了，筋柔百病消嘛，筋柔骨自正，筋长一寸延寿10年。所以拉筋法可以调理身体很多的问题。